की लव दा फिरे यारो दा घर केड़ा लोकां नू पुछदा फिरे चला हसदा फिरे चला रोंदा फिरे चला गली गली रुलदा फिरे。大家好，我是赵维诺，来自印度的，在广州已经九年了。那现在到马年，我为大家马年好，马上赚好多钱，身体健康，加油！维诺自细就听讲中国功夫嘅犀利，但系佢从来冇谂过自己真系会嚟到中国。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一间外贸公司录用了，并且分派到广州做嘢，于是乎就开始了他的中国梦了。拍节目呢，唱歌呢，演员做演员呢，是我梦想来的。我一时开始，你都知道，在印度宝莱坞是很出名的，但印度根本你没有办法了，认你的多机会也比较少。所以我特别特别感谢中国一些朋友，中国不同的电视台，因为是你们，我也碰到我这个梦想。虽然做的是外贸生意，但是维诺真正的梦想却是成为一名影视明星。而要实现这个梦想，维诺首先要攻克的也都是语言关。我最大的老师是大地的那些司机，因为我坐他们的车，他们说你好，我只能说了你好，他们觉得我能说中文啊。他一闪就开始问问题了，好多个问题，有一些我听得懂，有一些我听不懂。那个时候，那我就说是，不是，是不是？但是一开始慢慢跟他们聊，就开始听得懂他们在问什么问题。慢慢咁，维诺就学识咗普通话同埋粤语啦，加上英文、西班牙文同埋四种印度方言，识讲八种语言嘅佢，好快脆就俾电视台睇啱，成为咗一名节目主持人。虽然仲未有机会做演员，但系维诺已经可以喺镜头前边尽情咁发挥自己嘅表演天分啦。佢觉得入咗电视台，离佢嘅演艺明星梦亦都越嚟越近。如果你们不是广州人的话，你们应该不知道什么是云山巨水。那我告诉你们吧，云山是广州的白云山，那巨水是广州的巨江。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维诺仲成为了央视体育频道的特聘主持人，报道亚运会运动员训练和生活的故事。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我觉得我看到广州是好像一个小的花瓣一样，然后现在变成一个很大的花，很响，很漂亮。在广州，维诺不单止实现了自己电视主持人的梦想，而且他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大礼包。广州给我好多个礼物呢。我最大的礼物送到是我爱人，我也要感谢广州台。维诺的妻子 Nicole 是荷兰人，她来中国已经6年了。她和维诺是在广州电视台一个真人 show 电视节目《发现广州》里面认识的。当时维诺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而 Nicole 是嘉宾。He's really nice to talk to. He's interested. Very sweet. He's very gentleman. Very good looking. That's also why. So, yeah, all in one package. 于是乎，两人日久生情，终于喺2012年嘅一日，维诺选择咗喺浪漫嘅珠江边向 Nicole 求婚啦。在去年6月，维诺和 Nicole 拉埋天窗了。
维诺话：按照印度嘅传统，印度人好少同其他国家嘅人结婚，而且结婚呢一啲大事一般系长辈话事，所以当时佢亦都先要带 Nicole 翻印度，征求家人嘅同意。好彩维诺嘅屋企人都好中意 Nicole。2%、3%这样子去别的国家跟别的国家的一个女人或者男人结婚，很少，很特别特别少，所以我觉得。我做所谓的东西都是很特别的，就是到中国，做中国电视台这里这样子上班，碰到一个欧洲的女人跟她结婚，但是我做的所有的东西都很特别，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家人都已经习惯了，习惯我，因为我做的东西都很特别，哎，不要理他了。走寻常路，呢、这、一个就系维诺啦。而家维诺同 Nicole 呢一对亚欧合璧嘅混搭小夫妻，计划将喺广州定居。而今年佢哋亦都打算喺广州过春节。维诺话：每年春节嘅时候，感觉广州嘅生活节奏霎时间慢咗落嚟，大家都喺度享受紧假期，路上亦都唔塞车啦。广州就好似变成咗另外一个城市。而维诺亦都入乡随俗，行下花街，凑下热闹。另外，佢仲要去一个特别嘅地方买年货。我们现在去的这个点呢，是一个小的店，卖那些比较特殊的印度东西，比如说你要做印度餐啊，还是什么特殊的东西，都在这里可以买。好，我们先进去看一下。你好，老板。到这里了，吃的东西都有。维诺话俾我哋听，呢一间隐藏喺一个小区里边嘅小店，系广州唯一一间印度特色嘅杂货店。嚟到呢一度就好似翻到屋企一样。广州过年我们都休息嘛，那都家里要煮什么好好吃的东西呀、啊，所以这里买一些多一点东西过去，然后等一下我老婆煮给我吃。在印度呢，比如说过年啊，有什么节日呢，还是我们有什么开心的消息，一定要买这些甜的东西带回去。在印度的话，这是很多种，100多种的甜的东西，这里有好多了，你看，一个不同的，这些都是不同的。在印度，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农历新年，一般是在新历的10月或者是11月份，被称为排灯节。排灯节之所以得名，是由于印度人在这个节日里面会在陶土做的灯碗里面放上灯油，点上灯年，在间屋的周围组成一排排，以驱赶黑暗，祈福光明。今日是中国春节的大年初七，维诺叫 Nicole 亦都在屋企将油灯点着佢。佢相信无论在哪里，无论是什么时候，这些油灯都象征着光明、繁荣和幸福。Nicole 说他们欧洲人过新年没有那么多传统的习俗，荷兰人一般在每年的12月31日庆祝新年，而最热闹的就是12点钟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走出条街道放烟花。They spend a lot of money on fireworks, Chinese fireworks, like also those big red carpets, also beautiful flower fireworks in the sky.见到广州人团团圆圆过春节， Nicole 亦都好挂住喺地球另一边嘅屋企人。不过维诺就并冇咁多乡愁啦。佢话或者系因为自己已经系半个广州人啦。你说维诺，你现在不用做中国了，你要回去印度了。我觉得应该我没办法，因为我到那里我肯定会想广州的这些很多东西。在已经9年了，我觉得广州现在是我第二个家里。今年是维诺在广州的第10个年头了，他说他还有一个梦想要实现。我没拍过电影，我想要拍电影。我想要跟李小龙，李小龙不在了，跟 Jackie Chan 一起拍一下电影。还是跟 Andy Liu 一起拍一下电影，因为他们都是很明星的人。 We would like to wish everyone a very happy new year. Hello, good new year.
Naya Saal Mubarak!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恭喜发财!